今天带大家去吃台北肉骨咖喱部门百名店的邦迪咖喱。我们现在到神保町附近不起眼的小巷子里面，进去看看吧。这看起来像普通的民宅一样。我们今天来的这家邦迪咖喱呢，是开业40年的老店，然后它专门卖的是欧风的咖喱。它副餐满足，还可以加奶油吃哦。加一点奶油来吃吃看吧。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马铃薯烤的，非常的松软。有一个鸡肉咖喱来了。它的咖喱呢，其实真的是有比较偏辣，但是还是吃得出一点点甜甜日式咖喱的感觉。然后整体来讲，味道相当的浓郁。来试吃一下它的鸡肉。哦，它的鸡肉应该是有下锅先煎过，所以它的皮煎的脆脆焦焦香香。牛肉咖喱。耶，它牛肉块给超多的。哇，这牛肉真的软到入口即化，它真的软的就是太夸张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欧风咖喱专卖店邦迪咖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是伟恩，我是鲍勃，下次见，拜拜。